那我就那么敲吧，哎呀，爱咋地咋地。你敲到时候，人家给报警，抓起来。抓起来呢？我犯多大法呀？我就敲个门就犯法了。等哪天不行，人家出来拽你脖子，梆梆梆给你两脚就老实了。那别往市里出溜啊！我上市里我出溜怎么的？天天没事老往家颠颠的，到哪都招人烦，说多少回不听啊呢？谁烦我呀？谁烦你？让别人烦了，我烦。儿子，走，咱上屋玩玩具，走。一天没事，哎呀，呀，这家伙，这谁亮的？你亮的啊？我亮的，咋的？妈呀！你妈这亮干什么玩意儿？这往哪亮？到时亮完了，那你收拾啊，整的噼里啪啦的。谁愿收拾谁收拾，反正我整亮好就行。你忙亮啥玩意儿？回哪家？你咋不干干这活呢？我干啥活啊？这到底得这样，那园子你看。整整啊！儿子吧，你这还拿个镐，还拿个带尖儿的，你说这家伙带尖儿干啥的？不是我干什么玩意儿？我搂园子啊！啊，那园子都得整，咋到时候咋整啊？你老往市里跑个哈喽上鸟了？你咋敢总指挥了呢？你指使我干什么玩意儿？我才不干呢！我干那破玩意儿？不干那谁干？你干谁干谁干，我家里这么些活收拾。我就干多少活，我照样没钱花。我干那玩意儿？你还花啥？我花啥花油是有喝就行呗，搁哪去吃啊？没吃呢，没米吃啊。那活你就干呗。人我爸给他钱了，两天好像造了了，估计那不挣了。那谁能给起？谁能给起？上俺们市里去了，没事，我俺咣咣敲门，谁家？哎，谁家进门敲门这么敲？谁家敲门这么敲？那咋的？那不那么敲吗？我轻敲他能给我开吗？开，你不用你搁那敲了。别老往市里去。哎呀，往哪去？往哪去？收拾收拾这些。我收那玩意儿呢？我啥不收拾？我也没捞着800块钱的鞋，我也没买着什么羊毛衫，我干那玩意儿？你干？你闲着你。你再去，我跟你说，人家到时候隔壁大爷出来，非说卷你两脚。谁挑两脚？别冷，不冷啊！你自己玩去。谁呀？隔壁那老登啊？什么老登？你那老头。老头。他怎么的？他要出来怎么的？那咋的？你敲门影响人家孩子休息了，影响人家邻里邻居了，不知道吗？为啥给你撵回来？为啥给你撵回来？人家老多人反映了，你说他咋事吗？哎，他影响他要觉得他麻烦人，他就搬走呗。他搁这住干啥呀？人家房子你干啥搬走？那我就那么敲吧。哎呀，爱咋地咋地。你敲到时候，人家给报警抓起来。抓起来呢？我犯多大法呀？我就敲个门就犯法了。等哪天不行，人家出来拽你脖子，梆梆梆给你两脚就老实了。那你咋搁那样？哎呀呀，哎呀，是好啊，是吧？嗯，我梆梆给我2块钱，我还没出生呢，可能我看他敢吗？是的，村是好啊。也是催催吧，踢我呢。你没赶上裂，赶裂就到脑袋咣咣给你两脚。哎呀妈呀，哎呀妈呀，这家还给我两脚呢，你让他告状来了，你让他出来，让他见见我面。就背后催催呗，要出来见我面，我们要说我挠死他吧，我还惯他呢。就那你要去，你就多待两天，你忙回来干啥呀？哎，我多待两天，我想住一辈子呢。这不嘛，让你孙子媳妇儿，这不连踢带搡的给我卷回来了吗？哎呀妈，我可没撵你，咱说句良心话，我可没推搡你，我也没撵你。要说我孙子是不是哪句那背不住？你别在那嘎达搁那嘎达说，那不是那样的。干啥说那什么话来？风凉话来。是那样的。背后也没少吵。嗯。去就多待两天。去你第二件，天天跑，天天跑。就你这样式儿，又能吵。家里啥也不干。嗯，就他那样还说人吵不啥呢？这到哪不招人烦。儿子，你别给我造化啊，这玩意儿都挺贵的。哎呀妈，儿子，这玩意儿挺贵的呢，你踢出几个粒儿啊？那可不，嗯、照着啊，一会儿咱整山上亮去呗，搁这儿干呀？别搁这儿亮了，搁这儿亮到时候我看不住，你也不在这儿，刚一会儿收起来。把那个山上棚子收拾。三千，拿走，别搁这儿。搁这亮干什么玩意儿？整的埋八胎呢。明天怎么没人收拾？拿走的。天天抱柴火的。不能拿。当抱柴火都没个到半。一整他妈给我办了两天，办的一道歪斜呢，你给我卡坏了呢，你给我治啊！你光上哪亮呢？这我家地方，我亮哪亮？你家地方，你愿哪亮哪亮，别搁我这亮。还你的还挺家啊？这到时候都是人家。我搁这，
房本得写你名字。上你家他妈的，这么不行，这么不行，上你家真他妈霸道你。那咋的？我到底我怨那玩意儿，这我家讲话怎么的？我怨这咋的？那这你不吃稻子，你不吃粮啊？哎，你卖多少钱？我能捞着啊？我能花着啊？你能捞着，我能花着就行呗。那我种地，我买稻子，我花咋的？踹我兜这碗了，跟你有啥关系？踹你兜，捞你兜才大钱呢？搁哪呢？你那钱搁哪？你掏出来看看。没，存上。存上，眼睛都看不着，还捞你兜。我能花着就行呗，你光花吗？让你吧，他妈说不上落谁兜去。落谁兜也不耽误。落谁兜他也不耽误我花。管事还挺多。